小伙伴们，欢迎收看 Deal Moon TV。 Costco 最近有夏季会员大促销活动，很多热门商品的折扣都十分感人，快跟君君一起去看看吧。视频开始前，请点击红色按钮关注我们的频道，点击右下方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更新了。KitchenAid 系列的厨具一向口碑不错，这款料理机操作简便，不占地方，还可洗碗机清洗，功能方面就更是强大，剁肉切菜，做果泥蔬菜泥，磨粉揉面打发，中式西式样样精通，有了它感觉厨艺自动提高一大截，做饭时间自动节省一大截，而且获得了米其林厨师的推荐，现在打折降价$30，只要69.99就能抱回家。MacBook Air 笔记本电脑，号称苹果最受欢迎的专业笔电，配备 Apple M1 芯片，轻松处理专业级剪辑和动作类游戏这种繁重的任务，耗电量仅为以往的十分之一，无风扇无噪音，真像一个默默努力干活的小伙伴。现在打折每台直降$50，每人限购两台。这款 LG 冰箱的亮点在于使用了悄悄看技术，只要轻敲门上的黑色玻璃两下，里面就会立刻亮灯，不用开门就能看见冰箱里面的食材情况，减少冷空气流失，更持久保鲜。不过不知道有了这个技术以后，家里的小朋友会不会没事就搬着凳子过去敲冰箱门呢？现在降价$1000，还带2年厂家质保，真是 Costco 的夏日大招啊。三星82寸智能电视，无边框设计，量子点技术使色域大大增加，双 LED 背光提高对比度和色彩精度，还有手机投屏画中画功能，可以一边刷剧一边玩游戏，或者一边看体育比赛一边跟私教跳操，现在只要1549.99，比 Sam's Club 同款便宜$150，而且附送价值$100的 Allstate 3年质保，加上原厂和 Costco 质保，一共是5年质保，沉浸式娱乐这就开始了。地毯里面很容易积累灰尘，单靠吸尘器无法彻底打扫，这款洗地毯机清洁力强，马力足，能有效清洁去除地毯、楼梯以及室内装饰上的各种污渍，体积轻易操作，还有额外配的刷头，可以用来清洗窄小的角落，完成清洁后主机还能自动进行内部清洁，现在降价了$40，只要199.99。Ozaki 这款按摩椅是这个品牌的一款最新产品，有8种预设程序和6种按摩手法供你选择，还有身体扫描功能，确保根据个人情况提供最充分的按摩力度，使用以后真是全身上下都放松，特别是背部、腿部和脚底按摩，真是释放了一天的疲惫，而且超级静音，打折直降$1500。看重生活质量的小伙伴可以选择这个时候入。蛋卷类的零食很多，吃过之后念念不忘的少不了这款，甜度不高，表面分布着零星的黑芝麻，每一层都松脆饱满，咬一口满嘴都是香浓的椰奶味道，好想立刻飞去热带的岛屿游泳。一根、两根、三根还不含麸质，真是逢货必囤、无限回购的标志性产品，现在有折扣，只要$5.59。这一包 Godiva 新型巧克力，外层的黑巧克力包裹着内部的淡奶油黑巧克力酱，又叫 ganache， 入口是真正的丝般柔滑，巧克力的味道和奶香味平衡得很好，而且甜度能被大多数人接受，打折后只要$5.89。100%天然椰子水，一瓶330毫升才60大卡，而且富含多种维生素，有助于促进消化、减肥控糖，夏天一天一瓶，清凉败火，一起来击退酷暑的沉闷吧，一箱18罐，打折后才$14.49。星巴克 K-Cup 咖啡胶囊，每盒72个，法式烘焙属于深度烘焙，使用高品质的阿拉比卡豆，口味浓郁，酸度低，带点烟熏味儿。派克市场属于中度烘焙，口感香浓丝滑，纯度和酸度适中，带有轻微的可可和烤坚果味儿，口感平衡刚刚好，现在两款都在打折，只要$27.99，平均每颗胶囊还不到5毛钱。非常健康的黑巧克力搭配杏仁和海盐，口感充满了丰富的层次感，
成分简单又健康，不含各种添加剂，食材也经过了公平贸易和非转基因认证，好吃不胖还打折促销，一大包只要6.89美元，给君君个不买的理由先。这款酸酸甜甜的果汁软糖很受小朋友欢迎，当然成年人也不用拒绝。家庭装一盒有90个独立小包装，野餐徒步或者去学校当成零食都很方便。全部使用纯天然的果汁或蔬菜汁制成，不含人工香料和色素，每一颗都是 Q 弹可爱的水果形状，既好吃又富含每日所需的维生素 C， 打折以后价格是6.89美元，绝对入手好时机。这款有机 Fudge Bar 也在打折，味道和外形都很像巧克力雪糕，还有点接近小时候吃过的苦咖啡雪糕，用料也很健康，一根热量才110卡，奶香浓郁，甜味中带一些巧克力的微苦，吃完不用内疚，一盒18根，现在打折才8.49美元。益生菌胶囊推荐给经常胃不舒服、消化不良的小伙伴，连续吃一个月可以感觉到肠胃问题的明显改善，打折只要22.99美元。U Theory 是 Costco 保健品区里一个很受青睐的品牌，小伙伴们以往比较熟悉的是他家的胶原蛋白，不过这款姜黄素近一年多来也是备受追捧，它主打护肝、排毒、消炎功能，能帮助修复受损的肝细胞，提高肝脏机能，促进胆汁分泌，经常熬夜应酬、喝酒、抽烟的小伙伴值得常备，现在打折只要28.99美元。君君今天也撒点狗粮，是鸡肉苹果配方，不含任何人工调味剂和防腐剂的天然狗粮，味道香浓，狗子超级爱吃，一大包2.5磅，现在打折只要11.49美元。 Cetaphil 洗面奶套装有两个大瓶装和一个旅行装，一共44盎司，非常温和不刺激，挤出来也没有什么味道，配合温水冲洗，脸上的油腻感瞬间没了，而且洗完脸皮肤觉得湿润不紧绷，适合皮肤敏感的小伙伴们使用，原价19.49美元，现在降价5美元，只要14.49美元。超大瓶装的益生洗发水和益生护发素，其中沙龙级别的洗发水添加了迷迭香和洋甘菊成分，富含营养素、抗氧化剂，还有防紫外线保护，保湿护发素含有维生素 E、 椰子油和蜂蜜提取物，能提供充分的滋养滋润，用完以后头发摸起来柔软顺滑，易于打理，而且味道也很好闻，比较适合中性和干性发质，降价10美元，只要19.99美元。这款 Honest 洗发沐浴二合一套装品牌口碑超棒，主打天然温和有机成分，安全不伤害宝宝们的娇嫩肌肤，薰衣草味道好闻又能镇静安眠，孕妇婴儿都可以使用，性价比也很高，两个500毫升装打折只要11.99美元，每次使用只要挤一点在手掌，可以用很久。 Bounty 厨房纸据很多小伙伴分享比 Kirkland 那款柔软好用，这个型号和分量也只在 Costco 出售，特点是强度大，吸收力强，快速帮你把脏乱湿的厨房恢复原状，曾经会偶尔便宜个2到3美元，这次居然发狠降了5美元，只要16.79美元，逛店必买呀。博士伦这款隐形眼镜护理液真是戴隐形眼镜小伙伴的好帮手，它的成分超级温和，长效20小时保湿，而且清洁得很干净，在 Costco 买最划算，时常还有再减5美元的活动，看这不就来了。飞利浦钻石亮白电动牙刷是目前公认最好用的电动牙刷，这款钻石菱形刷头也是专为这款牙刷设计的，它能充分发挥飞利浦牙刷的声波振动技术，可接触更多的牙齿表面，改善牙齿黑黄状态，是普通牙刷清洁效果的好几倍，一套6支打折降了10美元，只要39.99美元。小伙伴抢牙刷的时候可别忘了抢牙刷头呀，消耗品就是囤得多省得多。多芬深层清洁洗手液，绿色的两瓶是黄瓜绿茶味道的清爽款，蓝色两瓶是深度滋润保湿款，有效洗掉污垢和细菌，还能提供持久的水分保湿，而且不含硫酸盐和 paraben， 打折以后4瓶只要4.99美元，平均每瓶才1.25美元，适合囤货。高露洁全效美白牙膏5支装，
有助于预防龋齿、牙菌斑、牙龈炎和牙垢，对抗牙齿、舌头、口腔和牙龈细菌，保护敏感牙齿，强化牙釉质及消除异味。打折后只要$9.99，平均每盒才$2。美孚一号全合成机油，跑10000迈不成问题，每桶重量是1升，一般的车换一次需要4桶， SUV 可能要加4.5到5桶，具体看车的说明书。有时间又动手能力强的小伙伴可以体验这种 DIY 的乐趣，而且自己买的机油更放心，现在降价$10，6桶只要$27.99。很多小伙伴都分享过在 Costco 换轮胎非常划算，同款车胎比较下来往往是 Costco 的性价比最高。这次为了庆祝东京奥运会，一次买4条 Bridgestone 轮胊，总价在$699以下，立减$110；总价超过$700，立减150。所以最近需要换车胎的小伙伴可以抓紧了，轮胎鼓包、开裂、细纹多都不能等，为了安全赶紧换胎。好嘞，本期 Costco 会员打折探店就到这里啦，超市地址就在评论区，小伙伴还知道什么好价折扣，欢迎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分享。喜欢本期视频请一键三连，更多实用有趣的北美内容等你来看，咱们下期见，拜拜。